那个糯米，一咬一口全是糯米。因为我们做的欧美市场，欧美市场会超前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市场还更上。那高端。嗯。高端。现在这个国内的大麻烦就是高端的客户代理，我不知道，真的看到吗？哦。一般人哪买？一般人不会买的，几块钱一个去买。是。巧克力你买吗？豆腐。